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各位家长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因为今天呢，可以说是很好的日子，大概很多的学校都在今天办理毕业典礼，那所以有一些长官贵宾呢到现场，他们比较早到，那请校长跟各位侍候一下，祝福各位毕业快乐。那我们刚才来的呢有王启礼王议员，他好十点之前就来了。那我想我按照整个顺序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们家长会蔡凯言蔡会长，会长好，还有也是我们前任的会长，也是现在水上乡的代表，我们简代表，大家好。蔡义宇立法委员服务处，林主任，主任好，还有我们中和国中校长黄雪慧黄校长，校长好，还有我们中和国中教务主任江博瑶江主任，主任好。那我在这现场，我们看到我们家长会其他成员，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。我们家长会副会长张方志张副会长，主任好，还有张纯平好夫人，夫人好，还有我们家长会的吴玉慈吴委员，委员好，吴光宇然后文先生好，好，好，那还有我们家长会常委叶秀清叶常委，常委。陈燕宇陈副会长，副会长好，还有我们夫人严怡芳严夫人，夫人好，还有刚才在后面的我们也是中和国小的前任会长李耀顺李会长，会长好。好，那其他的家长呢，因为我们是整个自己的就不一一再跟各位介绍哈，那如果等一下有贵宾来，校长再跟各位一一的来介绍。颁奖